深度操作系统 2.5 即将发布，全新功能我们一睹为快。控制中心新增生物认证功能模块，录入人脸信息后，在下次登录时可以通过人脸识别直接登录。截图的时候选择贴图功能，截出的图片可以钉在桌面上，还可以挪动位置。设备管理器新增对硬件设备的启用和禁用管理，同时支持对驱动的更新和卸载。全局搜索功能进一步优化，检索精准度和搜索的路径范围全面提升。在遇到软件版本过低和安装失败的时候，现在可以第一时间向官方反馈，迅速定位并解决问题。更多精彩尽在低频2.5，欢迎大家体验。